香港城市大学前任校长张信刚教授与北大有着很深的渊源。1978年中国刚开放国门的时候，他就曾携夫人与孩子访问北大。此后，在他执掌香港城市大学期间，又与北大展开多项学术交流与合作。虽然人生中大半的时间是在做工程师，张信刚教授却在实验室之外拥有丰厚的人文素养和广泛的海外游历，对于世界各地的不同文明有着沉思。今天这位温文尔雅的全能冠军，这位游走于科学与人文之间诗意行者，走进相约冠军名家讲坛，以高等教育如何造就明日冠军，科学与人文之思为题，从科技与人文、个体与团体等角度深入剖析冠军成就之道。我今天想讲的呢，其实不是什么冠军等等的，其实是一个流水账，就是我自己个人由于自己的生活的条件或者机会或者是渊源让我有些感受，我就把这些感受按照时间给它流水账的报告出来。如果你们觉得还有兴趣的话呢，那就是我得到冠军，要是没有兴趣的话呢，我就不在意不得冠军。48年当然是济南解放了，1958年金门炮战，那么我呢进了工学院，可是在进工学院之前，我许多中文老师，好几位中文老师和历史老师都说，你为什么要进工学院啊，你不是作文也挺好的吗，你不是历史也挺记得很清楚吗，地理也不错吗。但是我说好男儿要去当工程师，那个时候真的这样想的，就去 当了工学院。那后来我就去了斯坦福读书，在斯坦福的时候刚好开始看到美国的民权运动的如火如荼的展开，首先是有几位这个民权运动工作者在南方被杀，然后是马丁路德金啊等等，这些我都看到肯尼迪总统被刺杀被暗杀，我都在斯坦福的校园里看到这个，还有反越战的运动，我经历过这些呢，让我对人文对社会对国际情况一直有兴趣，可能也是因为受了这些机会的关系，受了这些影响的关系。我是按八字来的是吧，1968最大的事情对我说来是我完成了我的博士论文。当然1968年初就有 Tet Offensive， 就是美国的越战进入一个逆转期在这个就是我们中国的春节那天他们进行了反攻，从那以后呢，美国的越战就是一个逆转，这个在越战呢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事情。1978年我在海外也听到了中国要开始转变了，春风好像吹袭到太平洋的彼岸去了。6月里面我带了我跟我们夫妇两个带了一个7岁一个5岁的小孩回国2个月，亲眼看到改革开放前的，这恰恰是改革开放前的中国，还去了大寨参观那我们大概是最后一批去参观大寨的了，以后的人都不去参观大寨了。1988年现在的小布什总统的爸爸当选了美国总统，我当选了美国生物医学工程学会的会长。1998年，那时候我已经是香港城市大学的校长了。这可能要退一步说，98年之前我稍微退一步，在1994年的时候，我是美国匹兹堡大学的工学院的院长。匹兹堡各位可能知道，是美国的工业化的一个首都，最早期工业化的首都，后来是钢铁的首都，铝的首都也是那个海湾石油公司的首都等等，特别最有名的是西屋电器公司的首都，不是首都，就总部的所在。那么作为一个素具盛名的大学的工学院的院长，我不知道什么东西叫 World Wide Web，
我的一个副院长跟我说，我们是不是现在很多人都在 web 上面摆一个 homepage 宣传自己，我们要不要也做一个？我说你到底是在说什么呀？可是到了1996年，我跟我的妻子去波兰，在波兰那个小镇里面去买了一块玛瑙，因为波罗的海的玛瑙特别好，我买了一块玛瑙。这个人给我玛瑙之余，又给我一张卡片，说其实你以后不用来，你只要用电邮来跟我订购，我就给你寄去，很安全的，你收到之后才给我支票，才给我这个信用卡。我就意识到人类真的是进入另外一个世界了。90年代，计算机的普及让世界人与人之间的脚步更近了。抛开繁华都市的生活，抛开新式科技的发展，人们似乎越来越离不开这些科技发展新生的产物。这些对长期定居国外、足迹遍布五大洲的张信刚来说，无疑在他心中产生了火种，更加激发了他推行传统文化，特别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决心。在功利主义甚嚣尘上的当今，如何看待中华文化的作用和意义，并加强对下一代的教育和熏陶，他在思考中愈加清晰。对中西方文化的理解和感触，促使他致力于推动东西方的交流，而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又使他积极推行中国文化史相关课程。94年，我还不知道什么叫做 World Wide Web， 当然是94年才出现的。这个93年，谁要说我93年就知道 WWW， 那就是说假话了，因为93年之前没有这个事。94年我还不知道，96年已经在这个方法，在这个上面已经用来购物了。在波兰，我住在香港，96年我已经在香港。所以呢，在98年的时候，由于我觉得香港的青年人对于我们共同的财富，我们中国的文化，优良的传统文化知道的不太多，所以我在香港城市大学倡议，并且跟北大的许多同事们合作，共同建立了一个中国文化中心。这个中国文化中心，它的宗旨不是恢复传统文化，是让我们继承并且发扬我们过去的文化，并且要发扬，不只是继承，而是要用最先进的、最符合现在人的传播方式的方法来传播这个中国文化的课程。所以在香港城市大学，每一个学生，本科生，不论你念什么的理工商法，什么都可以，都要念6个学分的中国文化课程。但是这个课程的一大半时间是在网上学习的。那么这就跟我在波兰的经验有点关系。当时我们请教员的时候，特别是请着中国文化中心主任的时候，强调一件事情，就是他尽管是一个中国文化的专家，他必须要容忍别人用电脑去传播中国文化。他当时说，我可以这样做，但我不会这样做，你找别人做就行了。所以我们在中国文化中心首先到任的是3位软件工程师，这是中国文化中心的一个特色。先有一个主任是诗人兼历史学家，再有3个软件工程师，然后才来其他的老师。同一年，我们也在香港城市大学创立了一个叫创意媒体学院。创意媒体学院的意思就是说，把非常好的文化素材用最新的数码的形式表达出来，不论是说做一个现在常常说的动漫的动漫画或者特殊效果，或者是就是一个纪录片都可以。这个创意媒体学院，现在各位如果愿意上网的话，可以看到这2个单位呢，上网的话你就发现他们的成绩做得非常好，也受到很多人的尊重。这原因是什么呢？最主要的当然是因为信息技术的发展，以及我们中华文化真的是博大精深、源远流长。这8个字说出来都像是好像是套话了，但是你仔细想一想，的的确确的是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有这样丰富的材料，不用最好的方法去传播出去，那是可惜了。所以必须用最有效的方法传播出去。
跟各位讲两个小故事。一个是因为我是生物医学工程专业，我特别注意这方面的新闻。我大概是在2000年左右，还是2001年左右，看到一个新闻，说英国有一个病人，因为一下子找不到捐赠心脏器官的人，不能做心脏移植，所以医生暂时给他做了一个人工的一个小 pump， 摆在缝在心里面，是电池驱动的，他就活了，至少那时候我看到的时候活了6个月，他正常的生活，当然不上班，但是他正常生活，走路什么，但是身上不是带着自己的心，也不是什么人捐的心，是一个机械的心，机械的心，电子的。那现在就想了，到底什么叫人？因为中国有句古话说，仁者心之器。人是什么呢？人就是心的这个器，一个器皿，人都是按照心来决定的。等一下我还得多说点这个话。那么假如这个人的心都是一个机器，一块金属，那么人是不是还是金的器呢？所以对于什么叫人文，什么叫科技，我觉得值得我们去重新界定。人文跟科技在我的看法从来不是两个对立面，从来不是隔着一个鸿沟，可以有侧重，但是从来是在一起的。假定没有许许多多的对科学对自然是这么有兴趣的人，难道我们今天会有今天的科技吗？那么那种对自然的兴趣，对真理的追求，这难道是科技的结果吗？难道是理性的决定吗？科学家们之所以热衷于追求科学追求真理，这件决定的本身不是一个理性的行为，是一个发自内心的。所以说仁者心之器，这个话没有太错。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按照我们心里的一种想法去做最重大的决定。仁者心之器也，对真理的追求并非源于理性，而是心灵的外现。人是心的载体，张信刚教授在演讲中一再强调心灵在今日反武世界的重要性。在他的理论中，人是理性与非理性相统一的完整的人，整全的人。那么这些又与科技与人文有着什么样的联系呢？那么我们现在需要考虑的就是科技跟人文的关系。如果一定简单的把它分开的话，我觉得科技只不过是手段，人生的幸福才是目的。那么手段是要为目的服务的。因此呢，我在做了40多年的生物医学工程的工程师以后呢，在北大我没有进过工学院，除了受邀请去参观过一次，我都是进人文系、历史系啊等等的，这是我的想法。还有一个小故事，为了更好的建设我们的创意媒体学院，我走访了不少美国的大学，包括 MIT。MIT 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实验室，叫做 Media Lab， 就是媒体实验室。我在媒体实验室参观了一整天，他们那些千奇百怪的创意十足的那种设计啊，真是让我叹为观止。那你要是说 MIT 的那些人创意不够，今天我们不是北大清华所有学校都希望创意吗？坦白说都应该去看看 MIT 那些学生或者那些老师，他们的创意真的是非常好。但是那一天晚上我就跟自己说，我今天吸收太多了科技知识了，我已经快要饱和了。我从来旅行的时候身上都带本书的，我就掏出一本很薄的一本书，我认为这个 trip 或者那天晚上就能看完的。我以前听过这本书没看过，是一个用葡萄牙文写的，一个巴西作者写的，叫做《炼金术士》The Alchemist。 这本书里面讲的呢，让我得一个反馈，听过《炼金术士》这本书的请举手。 The Alchemist， 好，那好几位都举手了。那么据说呢，其实是讲，主要的是讲人的一个梦。
一位年轻的牧羊童，他有一个梦要到金字塔去，在金字塔他碰到了一个炼金术士。所以更加看完了这本书，或者看了这一部分这本书，第二天我更加觉得人文跟科技必须是相辅相成的，根本就是相辅相成的。那么从炼金术士里面人可以感觉到，或者我自己有这样的体会，假如我们把什么东西都当作可以量化的东西，当什么把什么的东西都用物质的标准来衡量，那么从古以来，从有人类以来，数以几十亿，相信没有几百亿人，至少几十亿或者几百亿人，他们心中的那一种荣誉感，那一种对美的追求，那一种爱情，那一种渴望，又是什么呢？难道都是科技的装饰品吗？明显不是的。但反过来说，怎么样才能让人在这个地球上，在这个星球上生活得更好一点？如果没有我们现在的知识，如果我们还以为地球是世界的中心，太阳是绕着地球转的，还有个月亮，其他都不知道了，我们今天能有人造卫星，能有手机？没有人造卫星可能不能，肯定没有手机的，也用不着关机了。能有今天的生活？不可能的。所以缺少了科技这个手段，我们可能还在一个宇宙洪荒的世界。但是如果只有手段，我们不过是一堆具有高科技的行尸走肉。这一点是我去 MIT 那一次的体会。当我们吸收了太多的高科技成果，就需要人文精神的滋润。张信刚教授谈起了参观访问麻省理工大学创意实验室的经历。他说那是一个智慧火花肆意绽放的地方，充满了创意。他说这些当晚就激发起了他的热情，并用保罗·柯埃略的《炼金术士》来舒缓情绪，寻找一份人文寄托。那么这两个小故事讲完之后，我就应该跳到2008了，因为我是把10年10年的，但是好像给我的时间超过这个，我舍不得不说一个事情，就2001年，我母亲带队，带了我们家族的19个人，在我们的故乡辽宁省转了一圈，然后又到吉林、黑龙江转了一圈。回到北京来跟北京那些亲戚聚会，我们没有事先预算，我母亲来的时候也没有事先想好，是在2001年的7月13号约好了跟30几位亲人聚会，订了好几桌，把大半个饭店都给包了。结果那天晚上亲人没有话就，都在看电视。你们还记得为什么吗？申奥成功。每一个人都在看那个，所以我觉得说，中国人想办奥运，这不只是政府的提倡，不只是奥组委的工作，真的是一般老百姓的渴望。这个渴望不是一个物质的，也不是一个理性的，是个心里想做的事情。吃完了这顿饭，个人匆匆忙忙就想赶回家去看，继续看。因为最后的结论好像就在我们吃完晚饭的时候发生的，因为莫斯科跟北京有一个时差嘛，我们就回到王府饭店，听说有人在天安门庆祝，我的儿子也上天安门去跟大家庆祝。那天我有一个感受，他的华语是可以的，但是他并没有跟人家多说话，也没有跟人家说恭喜啊，咱们奥运申办成功了，是两个手这么撞一下，他跟别人手这么撞一下，飞一个石。中国的青年们这样，他也这样。这个就是让我觉得说，从16世纪以来，我知道下面的刘元玲博士对16世纪的中国和西方的来往是很清楚的，我很高兴有机会读过他的论文。那么就拿利玛窦来说吧，利玛窦
是1601年进北京的，2001年正好是利玛窦进京400年。这个利玛窦进京400年的意义在哪里呢？就开头西方跟中国，你要想象这个地球的话，欧亚大陆是全世界最大的一块 land mass， 最大的一块陆地，它的最东方就是日本、韩国、中国，比较大的显著的当然是中国，它的西方就是西欧。这个陆地是这么 广阔，以前的交通工具又不十分这个发达，像利玛窦来华那是一个很难的事情，它千辛万苦经过了印度，才经过澳门到了北京。所以在利玛窦来华的时候，中国的文化体系、中国的生活方式、中国的一些思维的方式跟西欧是两个轨道。这两个轨道由于科技发达的缘故，由于人的彼此来往逐渐变轨了。象征意义上说，2001年当一个从美国回来的华裔的小青年跟一个本地的青年这样子牵手的时候，就并了轨了，这轨就并了。2003年，我想到我是大学校长，我有责任把这个大学变好。由于上面讲的一些体会，可以说从1948年开始明白事情以后的体会，一直到2003年，我想到没有什么比把科技和人、科技的知识和人文的情怀揉到一起去，揉到每一个大学生的身上，更重要的一个教育理念了。所以我就请北京一位有名的画家袁运生教授，在我们的那个进门的两个大墙上，每个墙差不多这么大吧，画两幅壁画。他是在他的北京的画的，但是先量好的大小，然后装这个运去的。一幅叫做夫子秦思，是一个老人，有长髯的一个带有长髯的一个老人，手指头在弹那个古琴。当然古琴是目前我们知道的中国自己发明的最古老的乐器。夫子秦思，你看他那优雅的面容，看他那个琴思，就知道这个中国的审美观在哪里。这个十足的代表了一种审美的情趣。另外一边是另外一个简直是兴奋到无以名状的一个人，坐在一个小椅子上。这幅画叫万户升天，是明朝有这么一个人，他想升天，他就把几个冲天炮绑在椅子腿上，他把自己绑在椅子上，让人家点燃着冲天炮，就咚一下，我想他可能烧了一个黑屁股出来。但是呢，在袁运生教授的笔下呢，就是一个追求科技的一个很生动的一个写实。那么香港城市大学的学生每一进入学校教学区，那不是别的教学区，想不看都不行，至少看到其中一个，因为两边这样子两方，你得这么转一下头，至少看到其中一个。所以呢，这两幅画在我的心里是体现了我自己对于教育的或者是高等教育的一个理念。那么城市大学的同事们以及校董们都认同这个理念，所以这两幅画还在那里，并且希望不久就可见的将来都在那里。这幅画呢，引导了我再想到一些其他的问题。我刚刚已经讲到了理性和非理性的决定，物质和精神的关系，这说不清楚，我又不是什么辩证法专家、辩证专家，但是呢，我觉得我们如果每个人自己扪心自问的话，尽管你们在这里在座的多数人年纪比较轻，可能并没有做过很重大的决定，即使如此，我相信你们真的自己问一下自己，你在一生中间所做的最大的决定，是你依靠方程式计算出来的吗？是你依靠画两个表、画两个 bar 看看哪个高哪个低决定出来的吗？还是依照你心里的声音，
一个小微弱的声音，开头微弱，后来强一点，再强一点，强到你不能不决定，就这样做。包括你们来北大，包括你们交什么男朋友、女朋友，包括你们找职业，我想很少有人说，这个公司给我2162块，那个人公司给我2168块，我就去2168块那个。假如你这样做了，你将来可能你心里会求另外一种声音，说我当初做的是对的嘛？人类追求的不只是工资，不只是可以衡量的物质的或者是金钱的结果。所以呢，但是呢，我们又不能低估了科学的作用。我常常对那些跟我很亲近的，包括我的家人说，你们什么都可以做，千万不要做科盲。因为在这个世界里，你对科学没有知识的话，等于你就根本就不知道这个世界上发生什么事情。我母亲93岁，她有时候问我电脑，我还跟她讲，讲了她又忘，我还跟她讲电脑是怎么回事，怎么你们这些人一天到晚说我给谁一个 email 就知道了。她不知道，她对人造卫星也不清楚，但是她是医生，所以她对克隆知道。我相信很多人对克隆是怎么回事， DNA 是怎么回事也不知道。所以我在强调非理性的决定、心灵的重要性的同时，我也愿意混杂起来，把秦时的明月跟汉时的官给混杂起来，说科技还是很重要的，千万不要只做一个知其一不知其二的。科技工作者没有人文情怀，没有人文素养，是非常可恨的一件事情。一个非科技工作者或一个人文的工作者对科技一窍不通，是同样可恨的一件事情。这是我的第二个想法，或者是还仍然是第一个想法。秦时明月汉时关，盛唐边塞诗人王昌龄的诗句里有一种超越时空的豪迈。崇尚中国传统文化的张信刚援引这首唐人绝句的压卷之作为自己的演讲定位，在笔者看来，这更是一笔百年沧桑求索、百年风雨峥嵘的历程。从1908到2008，中国经历着传统与现代的碰撞和融合。透过张信刚大开大合的叙述，百年中国的兴衰沉浮乃至五洲寰宇的沧桑如电影回放般闪现于我们的眼前。在这个追求科技的进步中间呢，我个人是非常主张也曾经试着创新的。创新这件事情无论怎么说来，如果没有这个创新的驱动力，没有创新的实践，没有创新的结果，我们今天人类所处的环境肯定是不一样的，肯定是不如我们现在的情况。所以创新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问题是什么人可以创新，怎么样培养他们的创新的能力，这也是大学高等教育的一部分。总的结论，我觉得要教人家吃鱼，不如教人家捕鱼。创新这个事情呢，不能说我老跟你说你给我创新，要得从小培养一个人独立自主思考的能力，批判的思维的方法，要培养一个人的好奇心，培养一个人对知识，特别是真的知识，经过检验的知识的尊重，这样子才能创新。即使如此，还有很多是机遇的问题。我们中国有句老话，有心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不是说你看准了这一位，说你我培养你将来做创新人才，他就一定能创出新来，可能是那边。举个小例子，又是一个例子。大家都知道现在那种寄贴那种纸条，纸条在办公室里现在几乎缺不了它，就是贴了之后很容易撕下来那种，
这是美国一个 3M 公司造的。当初的时候呢 3M 有鉴于强力胶的需要，市场上很需要，他们动员了一个团队去研究强力胶，屡次失败，有一阵子甚至越做越差，那个胶的能力 越来越弱，他们那个化学 方程式显然不对，越来越弱。可是有一位真有创新思维的人，他不是做实验的，他说如果真的是你能发明一种非常耐久的又粘着力非常低的东西也有用啊。于是他们就发明了这个叫做 Post-it 记贴条。二三十年来，这个记贴条为人类，为 3M 公司不知道创造了多少的机会。那么这才叫真的创新。这个创新当然是无心插柳柳成荫，可是假如这一个人不习惯于从圈圈外面思考，从小都是在一个框框里面思考，他的上面要他做一个强力胶，他只想强力胶，弱的就不要，弱的就不要，弱的就不要，他能想出来这个弱的有用吗？所以一个人能够在一个框框外面思维是创新的很重要一个条件。不敢打破框框，或者甚至从来没有想出过框框的人，很难想象他是能够做到创新的。那这个教育方面就需要我们设法让学生们能够不要是以背诵标准答案为学习的方法，不要是以应付考试为学习的方法。这个说来容易，实践起来很难的。但的确，我做了这么多年教师，这是一个我很深刻的体认。也可以说我自己，假如说有一些自己认还满意的成绩的话，那都是我没有背人家的东西，都是我没有为了应付考试而得出来的结果。应付考试的东西，考了可能就忘了。背人家东西，至多是跟人家一样，不会比人家更好。冠军的意思，绝不是说谁的 跑多少，我 跟上他或者离他近就叫冠军。冠军的意思是说，做别人没做到的事情。这是我的第二点。在张信刚看来，冠军的成就离不开独立思考、批判思维和强烈的好奇心，同时也要保有对知识的尊重。他说他很看重创新意识，当代大学生要学会在框框外思考，学习不是背诵书本，也不是应付考试，而是掌握一种思维，一种方法。那么就有人说了，诗人、艺术家往往都是特立独行的，科技创新怎么样呢？是不是都要怪人呢？是不是都要跟人家别人都不能相处的人才能当物理，才能得诺贝尔奖啊？我的看法，即使音乐家都不是这样，且不要说化学家、物理家、学家或者数学家了，真正有音乐成就的人也不是特立独行到怪人。怪人在一个人群所组成的社会里面是很难生活并且很难有成就的。这里就牵涉到一个常常被一些对中西文化做比较的人闯入的误区，认为中国的文化或者东方的文化是重集体轻个人的，有集体无个人，甚至这样说。反过来说，西方的文化是重个人轻集体的，甚至说只有个人没有集体。我在中国生活这么多年，在西方生活了29年，我的观察不是这样。在不同的时代，在不同的特定的环境里面，一定有此重彼轻的现象，不可能永远是保持50-50。但是总体说来，我不觉得刚刚那个论断，许多跨文化研究的人喜欢这样说，我不太赞同。举两个例子，美国的西点军校，1821年建校，
到现在培养出多少个替美国立下汗马功，从美国的立场立下汗马功劳的军人、军官、领导者，杰出的领导者，包括几个人后来做了总统，包括艾森豪、哈维尔。他们的校训是国家、荣誉、责任。假如美国是个纯个人主义的国家，难道会把国家最重要的一个军事院校的校训叫做国家荣誉责任吗？但并不是认同国家荣誉责任的校训的人就淹没了自己的个性，就没了自己的个性，这两个中间不是这样一个关系。再举个例子，我刚刚讲引了王昌龄的诗，唐朝另外一个诗人柳宗元不可能说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人吧，他也写过很多别的东西，但是他的审美境界，他有一个叫做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他没有说我约了三五好朋友一块到江上去唱歌唱卡拉 OK 然后看江上的雪啊，他是独钓寒江雪，这个意境是他一个个人的审美的表现。但是他做人并不是特立独行的呀，他做事情也有板有眼的，唐宋八大家之一，他还教训过其他当官的人，写过一个叫《种树郭橐橐传》。《种树郭橐橐传》可能对目前一些特别提倡人要怎么样怎么样的人应该多读一下，因为《种树郭橐橐传》整天守着那棵树，怕那个树不长大，今天看明天看，今天浇点花，明天叫那个园丁给拔一拔，结果那树都不长。后来看郭橐橐种的树好，这个当官的说，你这个树怎么这么好呢？种树郭橐橐说，我没花你那么多功夫去照顾它，所以它就长好了。所以呢，柳宗元不是一个特立独行标榜个人的绝对标榜个人的人，但是柳宗元这首诗我会背，在座很多人都会背，说明他是深入我们中国的人心的，说明他是把中国文化的一种精神体现出来的，也说明他所代表的境界是我们许多人心中的境界。这个境界不是没有个人的，否则的话他不会说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所以呢，下一步就是说，我们在教育学生的时候，如何能够培养一个，或者制造一个环境，让这个学生长成为既能重视科学，又能重视人文，既能知道个人，又能知道集体，既能知道我，又能知道他。这样的人，我觉得是我们需要的，也是可以得冠军的人。追求自己的进步中间，我的体认，我今年现在67岁半，应该有点体认了，还没到70循规所欲不逾矩，但是快了。我的体认是，在任何一个努力的过程中间，最顽强的敌人，最难突破的堡垒，最难克服的障碍是自己，自己的习性，自己的固执。所以一个冠军除了要敢于努力，愿意努力，还必须要面对一个问题，就是克服自己。你听听好多真正在运动场上出类拔萃的人物，当他们形容他为什么会赢的时候，他们都会说，是我克服了自己的这个缺点，克服了自己心理的素质上的障碍得到的冠军。不是说人家怎么怎么样的，你是没办法影响人家怎么样的，只能影响自己，这是一点。但是人克服了自己之后干什么呢？假如每个人只是独善其身，跑到深山里去苦思冥想，想要克服自己的弱点，那你的终极的人生目的就是这个吗？在这个过程中间，谁给你提水烧饭呢？你还不得跟别人来往吗？你在那苦思冥想，不吃饭不喝水，没有几天就过去了。所以呢，必须要
知道个体是要与其他的他，我和其他的他要并存共荣，才能够真正实现你自己人生的意义。实现人生的意义是重要的，实现自己的理想是重要的，但是缺乏了社会上的其他的成员，这一个实现就是遥不可及的，甚至是荒谬的。所以除了要克服自己，还要能够想到别人，关爱别人。这个话说来容易，其实做起来很难。真正要能够真心的关爱别人，是要尽量的了解别人，尽量的承认人家跟你的不同。我们现在许多人在理智上，甚至在民族和民族的文化中间有这一个想法，但是在生活中间，在亲人中间可能就忘了。所以呢，能够关爱周边的人，从周边做起，只有尊重别的人的人才能够显示出来自重，只有很有自信的人才能够去尊重别人。所以我拉拉杂杂的讲了一些我自己从事高等教育这些年来的学生，我没有一条是讲微积分，没有一条是讲背唐诗，没有一条是讲背论语，但是我这些想法虽然拉杂，却是我坚定不移的这些年来的一些体会。总体来说，我觉得归结为就是两句话，在我心中的冠军是一个能够兼具人文关怀和科技知识的人，在我心中的冠军是一个能够克服自己关爱别人的人，在我心中的冠军是竭尽自己的努力但是不一定要得到预期结果的人。谢谢大家。